选在七夕情人节公开了自己结婚的消息，是艺人吴建豪跟他的新加坡豪门千金女友，在8月9号已经完成了结婚登记了，而且现在说小孩子生越多越好。好的。脸上藏不住甜蜜和喜悦，艺人吴建豪挥别黄金单身汉，和交往7年的 Arisa 结婚了。两个人在8月9号向新加坡政府提出结婚申请，在七夕情人节公开宣布，希望获得大家的祝福。我上个礼拜刚过生日，然后家人都也有一起在一起，然后最近就说过嘛，结婚是要冲动。性感漂亮的 Arisa 今年才30岁，是新加坡富豪千金，个性活泼豪放，喜欢上夜店参加派对。真的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5年。Arisa 也曾经到台湾发展，拍过偶像剧，因为拍摄吴建豪的 MV， 两个人开始交往7年，不怕歌迷伤心，吴建豪不避讳公开亲密合照，相当认定对方。看你微笑。这首吴建豪自创新歌就是为 Arisa 而写，昔日的 F4 成员都献上祝福，其中言承旭得知喜讯，直说难怪吴建豪整个人沉浸在幸福里，还说希望他快点生个小 baby。 打造 F4 的柴智屏则说，演艺圈少了一个好男人，但是多了一个好老公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